NSYNCON 星期四到尖沙咀出席名标珠宝旗舰店的开幕活动，吸引大批粉丝无语支持啊！不过咧，亦都有演艺界前辈唔太支持。周启生在星期四出版的《头条日报》就话：新一代歌手未足月就出道，跳舞唔齐，更加未成气候。作为 Mirror 副队长的 AK 就大方回应：首先多谢前辈的指点先，然后我觉得他讲得都好啱啊，因为我哋的而且确，我唔讲其他人啦，我哋 Mirror 嚟讲系造星，我哋原本就系、是、我哋好多人可能系 dancer， 可能有啲其他嘅工种，我哋唔系红裤仔出身，唔系由一个最基本，即系可能学戏又唔系我哋最叻嘅，可能真系本身系 dancer 跳舞，但系我哋大家跳嘅舞种又唔一样，所以可能夾一啲新嘅舞種嘅時候，播十二個，可能有啲人會唔適合，有啲人可能會適合啲，可能呢個就會導致到齊同唔齊嗰個分別。但係我都認同周前輩所講嘅，就係我哋嘅好多嘢都未成氣候啦，好多嘢都仲需要努力，唱功方面啦，演戲都係。咁好多謝佢嘅意見，所以我哋會繼續再喺多啲空餘嘅時間度再增值自己多啲。而對於周啟生應姜粉嘅要求，評價姜圖翻唱張國榮一曲《追》，指姜圖唱出嚟零感覺，完全冇張國榮嘅味道。AK 就話張國榮嘅版本一定係冇人可以超越噶啦，冇人可以同哥哥比較。不過每個人唱歌有自己嘅特色，亦都會放自己嘅感覺去唱。但係咧都要多謝周啟生嘅善意提醒。